让我这个老人家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是淡定直播，对，因为真的有点累，所以呢，今天是休闲直播，就是我要打游戏，大家可以陪我打游戏。好，都凑不到咖啡香的钻，讨厌，真的觉得很难凑哎，它的灯灯太小了啦。你们不觉得吗？我觉得有点少，好希望他可以送多一点。今天练了一整天，太累了，快死掉掉了。所以我决定今天直播就随便聊呗。对，我们来聊聊太北原太城城海。昨天三点多才睡，我昨天比较早睡一点，因为真的太累了。因为我昨天练完习之后又跑去看电影，大家应该知道我设定是哪部吧，呵呵呵呵，我还是不要捏他好了。嗨俊莹，想必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出，没有错，因为我就是想要那一天去看，我就是一定要当天去看，我才会开心。所以我今天心情没有那么差。嗨，暖风，对，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因为真的很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睡着，刚刚其实偷睡了一下，所以才晚开始播，嘿嘿。因为我刚刚睡了一下，然后爬起来说：“哦，洗洗发嘞，耶！”我每次都讲 ：“Oh my god， 洗洗发了耶！”没吃，因为我不是很饿。我最近没什么食欲，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真的没食欲，太热了啦，热到没食欲，很想吃冰，就是一直很想吃冰的东西。谢谢北原的星之冠。我觉得我会追到，对啊，我觉得我会睡着。大家如果看到我睡着，千万不要叫我啊！不是啊，你们叫我好像没什么用，呵呵，我又听不到。谢幻真是一万个赞！嗨，谢谢大大的星之冠，嗨明晶，在玩我的 fans， 因为我要凑素材，所以最近一直在打 fans 的东西，而且他最近那个活动的关系，所以不需要花那么多体力，所以我觉得可以趁现在赶快打一打。谢谢太公的许愿瓶，谢谢北原，谢谢北原的星之冠。大家有没有订我的那个睡衣针、生血针啊？没有的人要打屁屁。我觉得这次的睡衣针应该还不错啦。其实我珍藏了很多照片，嘿嘿，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拿出来用。可是我觉得，我喜欢动那个动作，可是我可能有点汤，对，所以我就应该有可能不会被拿来用吧。有点好奇，不知道他们跳了什么照片，但我是觉得有一些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动作。然后怎么卡住了？又好了。今天练习度超高，对啊，好累，累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体力耗在刚刚的练习上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力气了，请见谅，我快挂掉了。谢谢本人。塞满钻钻，我也好想要哦。他们不应该要送我们钻钻吗？好歹也是代言人呢。第一间是 FGI， 什么是 FGI？FGO 吧，FGO，FGI。Hello 玄牙，我没有吃饭，因为不是很想吃。Hi 优音和马西多马库多。马库罗西，
你哭都会死什么？死就哭吗？吗？感觉就是啊。Fats， 对，我昨天去看了 Fats， 没有啊，是午夜场，就是因为看完差不多十点半了，对，其实也是蛮晚的，我看八点多的，好累哦，嗯。我刚开始他刚播的时候我就很想哭了，第一点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等了好久哦，第一点是因为等很久就觉得很感动，然后第二点是因为他开头就让我很想哭，就是他开头那个画面就让我很想，就是很想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嘻嘻都在坤坤真的来啦香，不要爆雷好了，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结局我自己算蛮喜欢的啦，就是可是每个人看的见解应该不一样，但我个人没有，我个人觉得这次的结局算做得还不错，对，就是还算怎么讲，应该说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种结局吧，对，但是就是大家的见解不一样，是不会到讨厌，但我觉得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看，还蛮喜欢的，而且我就是。就是前面中间跟后面我都很想哭，就是我后面都哭了很比较久，对，我后面哭了蛮久的，很好笑，所以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对，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对，我还会再二刷，我应该会有可能会三刷吧，对，因为我本来就多买了票，对。然后还有对，因为还有别人给我的票，所以对我会三刷，谢谢票票票，开心。嗨，季风亮，谢命的洗头，每日赚，哪有？可是我觉得，就算我凑了一个月，可能也才十抽吧，对我来说感觉好少哦。不过我觉得还是好少，不会看到睡着吗？不会，我就是为了他储存了我的精神。怎么可能看那部还是睡着？我就很厉害，因为那部其实剧情不会让你觉得很想睡觉，所以我觉得还好。而且我从头到尾一直，因为我的那个位置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刚好，就是所以有一点点小前面，所以就是我有点要这样看，就是因为这样比较能看到全部。毕竟我日文没有好到我可以直接听完，你知道？因为有些是太专有的名词了，所以我有些东西我还是得看字。所以就是如果要看萤幕的话，建议坐后排一点会比较好。我真是坐了 G 排，就有点稍微太前面，因为它是大萤幕，所以我觉得大概 A B C D E F G H 或 I 应该蛮刚好的。对，因为 G 对我来说有点太前面，因为毕竟是大萤幕，对，所以觉得还行，就有点小小累，因为就很怕看不到字跟画面没办法一起看这样。这是特席哦，真的吗？恭喜你，不错哎，这样可以近看雨哟，开心。欢迎阿怪仔，谢谢不入流的花枝金串，还有徐月平，每次维修，他维修送的钻很少啊，就是他送的钻其实没有很多，就觉得还好。什么40分了？万岁嘞，40分的巨岁，直接不播这样啊。然后算了，直接不播，就你们应该想哭。算了，直播呢这样，才没有那么快，好不好？说好的会播就是会播，就只是晚播而已。让我这个老人家睡一下，真的不想爬起来，其实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我老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老了，好累哦，体力不支。好冷，真的很热，而且最近真的超级热，今天也是热到爆炸。我今天跟雨林啊要去公司的时候呢，我就说，哎，你要不要吃冰？还没心态地跟我说，好想吃冰哦。你说你可以买，就去超商买冰吃啊，比较便宜。真热到不想吃正餐，就是想吃冰。我今天也是，我有吃正餐，但是就是我没有吃很多，就是吃不下。我就觉得我只想喝饮料，喝冰的，吃冰的，但是我就吃不下正餐，很麻烦。我只想吃零食，但不想吃正餐。
我没有很常吃冰啊，但是我都喝冰的饮料啊。但是我不常吃冰，因为毕竟它也是一种开销，所以我还好。但是我都喝饮料居多，没有饮料对我来说就已经开销很大，还吃冰嘞。那一台，我吃面我也不会吃完啊，我就是吃不完，所以我都不太爱吃，所以我都不想吃正餐，因为根本吃不完。我会吃啊，只是我不会吃，我不会全部吃完，就是吃到一半就丢给别人吃了。成人都当我亲我的晚餐，好开心哦！他们应该也很开心，有免费东西可以吃，很好笑。嗨呱呱，怎么叫你？对，没办法叫我，我不会醒的。嗨 PAT， 谢谢阿法西斯怪，大概不会看的。为什么？我不要，我不捏他了。我只是觉得结局还可以啦，就是我自己蛮喜欢那个结局的，但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大家的见解又不太一样。因为我稍微看一下版上的说明，因为其实毕竟我没有玩过游戏，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小圆线的那个结尾。然后还有里面还有还有彩蛋，就是别的地方的人，就是也不是说不一样的作品，但是不能算是同一个作品，但是是有关联的作品的人，就是还蛮惊讶的，不错。粗面面，谢谢 Lolly Rose 的啾啾鱼哦，没差、啊，我都吃点心，我都吃零食。嗨嗨，佳琪，谢海不是啊，的花子精粹，你去 IG 许我的屏，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不会看、啊，我的是不会通知的，因为我都直接关通知，因为我不喜欢他一直跳出来，我不喜欢他一直跳一堆讯息，所以我会关掉。哇，剩一滴血怎样？好好笑，所以不会很赞。哦，我知道啊，什么模式，什么挑战模式？我的零食呢 ？Fuck the face！ 你也在 FGO 消题，对不对？而且因为我最近因为抽了 Casta， 可是我的素材不够用了，因为听说那个就是 Cisa 还蛮好用的，所以要把它练满啊。可是他的那个素材，就是我也没有很多，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抽到别的 Casta， 所以我又把素材耗在别的 Casta 上，所以我现在那个 Cisa 有点没有素材可以用。定了吗？谢谢大家，爱你们。不行，我要直接把你们吊起来，不是啊，我直接把你们拖出去斩了。没有，那可以打星星啊，不行。才不一样的，还以为订阅你的 YT， 我没有 YT 啊，我哪来的 YT 啊？那是我们的团的 YT， 不是我自己的啊。对对，真的吃不下，最近真的热到吃不下，但是还是会胖，因为喝一堆饮料，饮料很胖。干脆顺便订那套，怎么你还没有订？先吃吃哦，你汤哦，怎么可以没有订？啊天啊！每次听到那首歌的开头，真想哭。每次听到那首歌的开头，就开始想哭了，很好笑。还没耶，拖延仔，没关系，你们有买就好，会买就好。你一定可以打屁屁，你想太多了，我才不会给你们这个福利嘞，我只是说说而已。谢谢 CKNK 的布，谁敢退订就不理他了。母汤的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啊。对，我应该要放母汤的，可是我又很怕他真的挑了母汤的。我还真的不知道挑什么照片，所以我都不敢乱发，你知道吗？我很怕发到同样的东西。
完了，我看不完你们的留言了。好，进入没了，太奇怪了吧。很多人都在猜是不是另外一个结局，因为就是原本的游戏设定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春归，一个是春归，一个是春梦啊，阴梦，啦啦啦，就是这次的结局是哪一个呢？就自己去看就知道喽，不要爆雷，真的，他们那一段真的就是经费燃烧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那个经费燃烧的时刻，满满的钱，笑死，满满的钱在飞这样。谢谢太空，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落ちた小鳥に沿った船のような悲しみをください。涙くんで見下ろしてかわいそうだと口に出して靴の先で転がしても。我是做 G 的11吧，11还是12忘记，10还是11忘记了。 Hello， 嗨勇哥，听成鸡排猪排猪。谢谢音乐节的石头，很欧的位置哦，真的吗？不错哎，当然，站位跟上次差不多，是差不多啦。谢谢阿姨，他的今天刚看，赞，真的超值得刷，刷起来哦！他们燃烧这么多经费，但要给他刷多一点啊。回馈给他们，硬要。今天要睡觉，所以直播暂停，快上死了！我马上就被叫去那个训话，你为什么给我暂停？因为我想睡觉。旁边还都是认识的，真的假的？不错哎，我也吃不太下。对啊，最近没有什么，对，虽然这还是赢的，对，超可怕，他超厉害的，没有就是。其实我知道，可是我又很怕，就是讲出来是错的，你知道吗？我自己在怀疑自己，超白痴。我就想说，这很眼熟啊，看不是那一部吧？就是自己心里那边 OS， 然后可是其实就明明就是啊，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在怕啥，你知道吗？其实我知道答案，可是就是我就很怕，我是不是会，我就是很怕我讲错。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什么，
除了第一题啊，第一题真的是太路人了，我真的看很久，然后啊谁啊，这路人吧，我想说这是我们看过动画里面的人吗？但是我们两个都看过，也太奇怪了吧。然后直到他讲出了那个人名，才发现哦，原来是他呀，他真的太路人了，真的太路人了，怪不得我没有印象，好好笑、哦。168，哦，加油，可以的啦。就老一直灌水，因为那天常出现的饮料也爆紧。对啊，很烦，很热哎、欸。辛苦了，是阿法。现在可能应该是梦纯，没有，是别人，是我们组的人。要翻的历史太多了，嗯，对，要先补，嗯，不补的话你会看不懂，是真的。要补前面，不然会看不懂。彩蛋超开心，对对，真的，我那时候看到很多，哎，那个很眼熟，就是觉得很眼熟。直到最后的那个出现，嗯，虽然就是也不算很完美的，对，可是是我觉得已经算完美了。应该说作者把它已经努力，我觉得作者已经很努力的把它做到完美了。果然作者还是心疼，对，还是心疼小樱的。大家自己去看啊，就不多做解释了。就是总结就是很赞，很香，真的很香，因为这真的有很香很香的画面啦。很香，然后战斗画面也很赞，我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虽然有时候是真的有一点微妙，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对，就是如果大家不是很那么吃那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对，那我觉得还不错，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啦。哦，巧克力啊，没有啊，在冰箱里。我就觉得那个很眼熟，我刚那时候看到的事情说，嗯。因为他很就是很刻意的对 take 了那个画面，所以就觉得嗯肯定有什么。海龙骑士，对啊，不然没有关通知会一直跳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爆炸，太可怕。怎么又一个哈？哇，怎么又重播了？很喜欢这首歌哦。长太久。五周年，我也是，因为我只是有时候很懒得打活动，不然就是有时候活动太难，然后我打不过就放弃治疗，我就干脆不打，然后我就放在那里就长草，我就只是为了领钻然后开的，然后就想到哎、欸，这是新卡我蛮喜欢的，因为是 C 撒嘛，我想说哦，那来抽一下好，而且他送那么多钻，你知道，然后虽然我原本的目的是要抽梅林啊，可是还是没有，算了。我只好等下一次了，要等下一次梅林哦，我忘了开技能，难怪没有死掉，傻眼猫咪哦，真素的，搞什么、啊？听到订阅想到小铃铛，开启小铃铛，订阅按赞，无法定成血，谢谢。还有一张素材不够用，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他的素材很容易不没有，而且他的钱也很少，那钱其实也不好拿，可是我的钱累积很多，只是因为我根本就没爱打，然后我就一直登拿登录奖。Oh my gosh， 这位先生，你为什么那么难死呢？最后，可以把你拖去斩了，不一定嘞，撤走开，哼。20号，为什么20号是结账日？谢谢思轩的麦克风。发到同样的不行吗？通常好像不太行哎。对啊，因为这样都没有意思了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样是说说而已。咧，我就傲娇，所以很男母汤吧？不会，所以很母汤。你知道为什么？嗯，你们看到照片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下半，其实它有裤子，它有睡裤啦，可是因为。我觉得它够长，我里面是有穿裤子的，只是我觉得它够长，所以我就把它当洋装穿。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有穿裤子的，所以我露到的腿的部分还蛮多的啦。对，有腿就是了。看一下阿 K 啦，确定之后大家再回到打屁屁，才不必啊，滚滚
你们通通都给本宫滚！唱歌这种声优歌手的感觉，声优歌手？妈吉？没有吧？没有那么厉害。谢谢。可是我其实用我自己的声音在唱耶，我可以学那种很奇怪的那种很萌的声音唱歌，可是我就觉得很不习惯。看不了的他，看杀不了的他，都会是奈奈子，我也是一直哭，笑死我。那声音应该不是自己的吧？不是啊，我来不及准备。谢康姆的真情告白，对，是公司的哟。什么梦？谢谢妞的告白气球，音梦啦，我是说音梦春，我以为是春，我是说春天的春好吗？哈日的那个梦 ，OK， 不要乱想，我只是念错了 ，OK， 在那里，不是，因为很习惯。太习惯了，对，是今天燃烧，真的是在燃烧啊！谢尔塔的石头，他都是你的圣金石残渣，没关系，送他了，我开心就好。真的好好听啊，不愧是我的 A 妹，可是我好希望明年他来得了哦，我真的好想再听他演唱会，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要冲去日本了。对，我是很有可能会为了他冲去日本的那个人。因为台湾根本就没办法办啊，就是台湾没办法，现在没办法办是因为疫情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来，因为他并不是每一年都会来，然后现在又有疫情，所以就是他也来不了，应该也是在休息吧，最近好像都不太能办演唱会什么的。怎么可以一直按铃？真是没错啊，真是很白痴啊，就很白痴。真的假漫画没有那种路人哦，他真的超动画超级路人的啦，然后谁啊，一时间真的想不起来，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胖好不好，我都有39了，你知道吗？不行，看到那个数字我都不开心，当然是受不了想喝饮料。不行啊，那么热没有饮料根本就受不了。嗨东东，我也觉得宝具有点麻烦，我有时也不是很想看宝具，因为看太多次了，就想把它整个跳掉，就觉得好腻哦，可以整个跳掉吗？有点麻烦的设计，希望他以后会把就是整个那个宝具跳掉之类的，如果有人建议的话。但是因为有些人很喜欢看宝具，可是我不要，我浪费时间哦。害羞者，谢谢不了解到，那段不止香，超香，超级香。对，素色，对，西色也可以，不是西，对西色，我还以为我念错了。可是，怎么办？我还是比较喜欢梅林，但是西色听说也是可以啦，但是就是，对，因为它可以比较多蓝，因为如果开蓝的话，比较容易开一直开宝具，比较好开宝具，所以我就怎么办？我还是喜欢梅林。再一两次没抽到新卡，你的金币就会直线上升。哦，那什么，金币，可是我就是抽到金卡啦，所以而且还是重复的，气死我了，生气。衣服太长，对，衣服很长，动漫T。我信用卡结账单是19号。哦，原来这个意思啊，笑死我，什么鬼啦，睡裙一样，就是对很像，就是很像那种洋装型的睡衣，应该真的蛮长的。穿玩偶装那太热了好不好，冬天的时候可以的，他们说冬天的时候穿很保暖，但是夏天的时候谁要穿那个，热死了，快笑死。就说你明明就有穿短裤，我有当然有穿短裤啊，废话，怎么可能没有？笑死我！好不习惯的，谢谢。真的好久没有抽到新卡了。对啊，你不觉得最近越来越难抽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
前大型活动都休息。是哦，转播日本都一直对啊，没办法，日本他们那边比较严重啊，他们那边超严重，好不好？他们那严重成这样还能出来工作，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夸张啦。对，他们就已经很夸，就已经怎么讲？他们疫情根本就没有停销一天，你知道吗？然后还让他们就是冒了风险出来工作，我也是觉得蛮不好的啦。对啊，我知道，我有看到新闻。Oh my god， 好可怕哦！天哪，这种在为他们担心耶，希望他们没事。第二集，啊，对，如果你想要看真的很香的话呢，要去看第二集，谢谢。谢不是有提醒啊，对，很香的部分在第二集，超级香的部分在第二集，但第三集也很香，好不好？好烦哦，那部分是真的是看得我，哇哦，我看到真的是，哇，连这个画面做出来，呜呼呼呼，这是福利耶，敬畏神，哇哦，制作组这什么福利啊，好赞，好好笑，我都不相信你们男生看了不会信我，谢谢，赞叹制作组的福利。真的很浮夸哎，真的不懂，我真的蛮惊讶。这果然是小孩子不能看的动画，真的，真的是小孩不宜看。第二集真的非常的糖，小孩子绝对不能看。但我记得他好像有标注不能，应该没有满级就是不能看的，对，因为他毕竟以偏血腥暴力 and 裸肉，对，糖油。谢谢卡姆的个真情告白。对啊，我那时候就看到梅林出新的李钟，超好看的。李钟不知道林一，但是我有换他的礼装，就是那个用那个券换的那个，超好看。我就是喜欢梅林的林一啊，很好看，讨厌。No， 呀，我想看，我想要他的林一哦，可恶。好喘哦，他的歌都可以拉得很长，真的觉得很厉害。你说为什么他的肺活量这么大？爆亮，对，大家什么都没看到。为什么会这么亮啊？明明就关很小。哎，我要给看大家看一个母汤的地方，按错。你看哦，还有一个很母汤的地方。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明明就可以啊！哦，有了，太亮了啦！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笑哎。这里它是可以拉拉链的，超瞎的。很好笑哎，实在哈喽。好，不玩了，不玩了，我好像变态哦，大叔你，看一下哦，可以，何も手につかずに上の空の日々泣いてバトルパーフィーまだ足りなくて。你是小孩不能看，你是多小，快笑死！应该满十刷就可以了吧？第二集几刷？三刷？二
二还是三，我也忘记了，应该我记得是三吧，好像对三刷。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你知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反应这样，姨妈笑，我知道我第一次看第一集的时候就，这画面好香啊，看笑死，然后第二次看就，憋笑，你知道吗？然后第三次就无感，很淡定的看完那个过程。第一次看真的是会 doki doki， 你知道吗？呼呼，那个画面真的是太香了，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第二集啊，不是啊，你全部都要看的，只看第二集会看不懂他在干嘛。总之就是香啊，超香。这个备胎，我就是备胎，才没有。我是在示范，对，示范。我不想穿恐龙装啊，因为太热了。不要想前排，对，你知道吗？超可怕！我只要能抢到票，阿弥陀佛了，真的是，好讨厌哦！真的，那一段真的是哇，好想哭！现在还在，你知道我现在脑袋还沉浸在最后那个画面吗？那个画面真的太美了，我的天哪，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然后大家应该跟我有同感吧？最后那一幕真的是。看不敢看的几乎都想哭，太感动了。唉，真的很，我真的很推大家去看这一部，好不好？三集都要看完啦，你看最后一集很好笑。啊，对啊，疫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现。小鸡面是什么、啊？你说那个小鸡丝面之类吗？那个什么小包的那种面，不要戴口罩，白痴哦。Oh my gosh！ 啊，对啊，他宣布毕业了。嗯，花钱就是要看福利，才不是好吗？哼，什么是裸肉？好，裸肉 OK。那啥的，嗯，看原作版就是，不知道原作版就是这样。I know， 这是觉得呜哈斯，这是有新动画，不是是剧场版。哦，我记得有吧？没有吗？我记得他有放剧场版八，哎，八他没有放剧场版吗？我不知道，看一下，有些他有没有放？有，他有放，你可以去看，他有剧场版，但是他好像只放了，不知道是第几集啊？他放了第一集，但第二集有没有我就不确定了。八他现在有第一集可以看，第一集，但第二集好像还没有出现，对。第二集要看他什么时候买版权了，对。但是没有看过，大家可以先去看第一集啦，因为现在八号有第一集，至少画质比较好，对。大家可以去看第一集，在八号。嗯，汤，我是老司机，没有，这是别人教我的，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是我成员呐、啊，有成员跟我说，你知道拉链可以拉吗？我说哈。他连连可以拉，我根本没有在玩，不是，我根本没有在玩他们的衣服，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太会玩他们衣服，就是哦，开起来拿东西，我谁无聊玩他们衣服啊，变态！我没那么变态，好吗？快笑死！要喝泳装真母汤，是别人教我的，才不是我。初若姐，快笑死！我没有钻啊，怎么抽？现在才810颗哎，超少，没有钻啊，不想抽了，没有钻但可以抽，怎么可能很暴露？当然不可能很暴露啊，没有苏小真的，苏小真的不能拉，下午才把升学卡解到手，谢谢，我就是变态。对啊，我也是成员告诉我，你知道吗？说哈，什么东西？为什么都可以用啊？太扯了吧！没，而且还是雅安海，好像是雨林教我的，你知道吗？雨林哎、欸，雨林还跟我说，你知道他拉链可以拉吗？哈，他拉链可以拉。我还问他，我问他说，什么是在干玩那衣服啊？变态！我还跟他说，你们这些变态，我才没有在玩那衣服，好不好？笑死！
扯的剧场版啊，是在哈喽自己去找，真的是哦。贝壳剧场版自己去更新，都多久了？第一集是2017年的事情哎。虽然他的新世界在那个阴影下，真的。哦，叫变态。对，我是大叔。嗯，好好笑。直接看重点才是专业，什么啊？才不会直接看重点好吗？笑死。伤错身体的，对，我伤错身体，我应该是男的才对。嗨，什么？嗨，志伟，嗨，阿基拉，谢谢，谢谢。哦，韩国的 哦，我已经忘记他长怎样了。对，还有第一集，你可以去巴哈找第一集。前面没看就拒绝掉了，吃烧肉就好哈。啊？嗨，暖风，嗨嗨，啦啦啦。嗨，只有 7， 没有啦，我是说剧场版 ，Hello， 请更新一下你的资讯 ，OK？ 剧场版要出多久了？问号。嗨，阿哲，没有，我还不如自己 cos， 真的。人家说你们不用，我自己弄我自己的头发，好坏哦。其实不知道该怎么看 Fate 的顺序，还有写123好吗？写哦，你是说顺序吗 ？Zero， 然后再还是 Stay Night？ 如果你很想要看那个呢，真的原本的版本的话呢，要看2006年的版本，反正是非常久远啦。可是你们应该，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下，但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也没有到那么的差，就是可是很好笑，因为旧版有很多可以吐槽的点。应该说现在看的话就觉得很好笑啊，以前那时候看的时候不会，因为毕竟那时候年代技术版就没那么好，那个年代的技术就那样啊，就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的纯熟，所以就觉得哦，那时候可能可以接受，但是我现在真的接受不了，很好笑，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你看会一脸懵逼，就是你们无聊的话可以去翻那个旧版的好不好？旧版的 Fate 真的还蛮就有些画面还蛮好笑的。但新版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大家可以，如果你不想要看旧版，可以看新版，因为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内容是差不多的，但是画质好很多，画风也好很多，就是一大进步，你知道吗？才没有，没在玩那衣服好不好？又不是变态。我记得他是没有漫画的吧？他有游戏，他只有游戏，好像没有漫画。它是原本是游戏，然后后来出动画，都会有很旧的版本啦。对，很旧版本应该还是找得到，但就是你可能看眼睛会有点痛，看到眼睛会痛这样。我老郑也有，我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吗？我刚开始是无聊就玩他衣服啊，不是啊。哦，对，他现在有卖那个一跟二的，他现在有出两集一起的。不能拉，可恶，什么鬼？你奶的专业真的很好笑，我就觉得很好笑。他们也是变态好吗？太麻瓜，没有，才不玩他们的耶，我都玩我自己的，玩我自己的角色的。太眼神超验是游戏拉不过你，在后台拉起来，什么鬼啊？太可怕了吧？这就是你可爱的地方。嗨，一二三，吓死我！然后你剧场版不是有看过吗？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要问我没有出新的？当然没有啊，也不算新啦，是续集而已啊。嗨，志伟，想要去看，对了，想要吃烧肉，说吃烧肉就好了，笑死。吼，好坏哦。2006年版本还不错，对，就是有点对，可是没有，就是除了作画老一点，就是内容有些内容还蛮好笑的，就是。没有，是真的。你们去回忆一下那个画面，很好笑，真的很奇葩。有一次阿彩有一段，他不是变出了两个很长的那个武器吗？真的很好笑。那画面每次真的很好笑。Hi Apple， 我们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有看，还是我看？我有看吗？快笑死！我看得出吗？好像没有了耶。等一下，
怎么可能？应该还有吧？哦，你 Zero 还没有看呀？那你要先看 Zero， 你要看 Zero 再看 Stay Night。如果是那个，是没错，但是看 Zero 才能看 Stay Night。就如果你直接看 Stay Night 的话，会有点看不懂，因为毕竟应该是后代的故事了。对 ，Zero 的话算前代的故事。太小看，游戏本身也很多，但是因为了粉丝福利吧，这个。就其实根本不是，乱讲。不要说里面没有福利好吗？肯定有的。哦，有啦，我有看这出，笑死。但我把它看完了没啊？我好像没把它看完哎、欸，快笑死我！看到哪一集我忘记了哎、欸，白痴哦、喔！我还真的不记得我看到哪一集了，赞哦、喔！以前就很蛮疯的，真的闹笑。现在想来啊，对，然后还有外，就是算外传吗？算是外传，就是控制境界之类的，就是，但是他们的故事是有，就是怎么讲，是有点像平行时空概念嘛，就是他们，但是他们是有连结的。可以去看看，但是我自己没有看《控制境界》啦，就是有听别人讲。嗨，人豪，嗨，德提，嗨，游戏的坏教授，嗨，卡卡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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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哦。日本战国时代，都是日本战国时代。中途才进来听说什么很香，笑死！我知道最新的对电影很香，最后一集的电影很香，应该看了吧？西恩还没看吗？如果有看《Heaven's Bell》的话，应该已经看最后一集了吧？除非你还没看，就是毕竟有些人不会看首映，但是我是很坚持看首映的那种人，再累都要去看。谢无糖，哪里坏了？脱离动画圈了。嗯，哪个活多啊？对对对，伊利亚的我也其实也没补过。不会啊，我觉得魏公家厨房还不错啊，就是做菜番。哎，你还可以学做菜，没有？其实我觉得魏公家里面也有很香的画面，就是不是那种画，不是那种很裸露的香，就是那种互动上的香，好不好？可以吧？就是毕竟魏公家里面也是有库芙灵，所以我也是有把它看完，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可以教你怎么做菜耶，很赞，好不好？他也教你怎么做菜，我觉得不错啊。我完全不知道我看到第几集完了，我现在完全没有印象我到底看到哪里了。汤真惨，我现在在第七集，可是哎呦，这里我有看过，你有看到那个教授，记得是有一个人莫名其妙死掉什么的，然后我看完了吗？我还真的忘记我看完了没耶，太白痴了。哦，没有啊，他没有说要演到十月，就是他后来只说要延期，然后可是因为日本已经公布8月15号要上映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应该会一同步，因为毕竟电影已经弄好了，你知道吗？不可能还要再延，就是台湾不可能晚出，我就想说应该是同步的，对，然后就真的没想到还真的同步了，真的太棒。不要再让我等，我觉得我会疯掉，我会起笑。你现在才知道他上了吗？对他，因为他这次没有打很大广告，可能疫情的关系吧。因为连商周边好像也没有很多，就是普通。对，谢谢森森。我是说互动上的香，好不好？就是不是那种画面上的香。谢谢森森，会有点应该跟月季比较关系，但是还算是有关联的。什么啊？这是我的技能之一，拉拉链啊，不是啊。可是我觉得很好看啊，我觉得魏公家晚餐很好看啊，就那种轻松小品，而且你不觉得魏公家的那个晚餐就是很 peace， 你知道吗？
我多希望他们的生活就长这样，你知道，就是非常 peace， 是每个人都很和平 ，OK， 没有人死掉，没有人领便当，好吗？请让我库布里好好的活着，快笑死！嗯，会以为是另一部的同名小说啊，也是啦。没有学也是没用，什么东西？是真的在做可以吃的菜，对，真的很厉害，这是最真的做得出来的菜。现在还不在布，真的香，我闻不到啦。这是昨天的美食剧哦。嗨，泰伦，嗨，先生，看太多已经忘记，真的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看到第几集了。看完了吗？我看完了吗？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到底看完了没。耶、yeah ，好像看完了耶。哎呦，按到别的东西了。为什么我的账号自己登出了？太久没开的关系吗？很麻烦啊，完全不知道我的账号密码是什么。哦，还好，吓死我！魏公家注定什么？走开，哪有 ？Eva 收给你，笑死！不用 ，Eva 还好 ，Eva 十月耶、yeah ，十月。金欠的时候上，金欠的时候，没有，因为他们在不上的话也是会怨声载道的，所以一定得上。有啊，有消息哦，其实有，只是很小的消息，没有很明显，没有很明显的消息，但是其实是有消息的。真的，我昨天进去的时候也是满满的人，满满的人，超可怕。嗨呀，妈路不嗨，日日嗨，嘿小尼。不要这样好吗？吐便当怎样？吐便当什么东西啊？同没有啊，这同关是反正就是在耍废，不然呢、欸？请问他有其他的作用吗？好啦，还是有啦。他其实也挺可怜的，好不好？自己召唤自己的金山山。对，他就是他本来就开外挂啊，他一直都开外挂。前半吗？哦，有好像有听人家说过 HA 的。行月，狗哥能安心吗？对嘛，可以让人家好好的钓鱼吗？不是啊。完了没啊？我还真的忘记了，我怎么记得我好像看完了啊？我知道这个角色，他原本是男的啊，不对，原本是短发吧？我到底看完了没啊？我好像看完嘞、欸，我来看最新一集到底有没有看完就知道。八月宝出东西来，什么八月宝出东西？哎、欸，不要上来！不是听说十月吗？听说是十月啦，但是会不会再延不知道。对，目前的消息是说十月的时候，但会不会再延期呢？不知道，没有，这已经是延过的时间了。十月是延过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再延就不知道了。应该不会再延了吧？泰安不爱自刎。嗯，是哦，行动电源。最近出了很多 EVA 的周边啊，所以我想说应该今年会上才对，今年应该会上。还败了不少，阿姨样大大，连最前面的人也都卖宠物，他当真的假的？我没有很注意，就是。看一下后面的剧情。比妞，我到底有没有看完啊？哦，我知道，他说他要那个，他要离开了，就是他不继续当老师了，所以我应该看完了吧。
哦，我看完了啦，我看完了，白痴哦，我看完了，就那个可爱的小弟弟啊，不然对来都是小弟弟，长大后的，应该看完了，印象中我看完了。喝醉，他喝醉真的很可爱。超可爱。对，我应该看过了。英雄王。对，我应该看完了吧，好像。好不好，就看完了。对，我看完了，我看完了。之后我还真的忘记他去年在干嘛。他去年在干嘛？我突然已经不记得了，他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真的忘记他去年在干嘛嘞，傻眼！天哪！哎，把上要是看的话，真的没有啊，应该会上，一定会上啊，就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再延期。对，就希望他不要再演喽。我觉得他在演，我应该也会疯掉。不要再演了，拜托，大大。Hello， 安野先生，真想哭哎！从汽车店员 ，What？ 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吗？他还偷了奖，好厉害哦！这么神奇吗？他的自我。结局也忘了，对，我真的不记得他到底在干嘛，快笑死！我还真的有点忘记他到底在干嘛，开二号机就是了，我不要，我比较喜欢初号机。超奥运会场，就没想到延期了，他炸不了了，抱歉。哦，对，十月的话是鬼面。还有鬼面，这应该会在今年的时候播啦，我觉得应该不会再连了吧，希望。家里面那个乖乖，不要，谢谢，不要，请放过我的库普林。我真的不记得他都在干嘛了。啊，你都开心的那一架，那一架也很帅啦，但好像有点可怕、欸，会突然暴走。可是其实 Eva 他不算真的钢弹啊，就是他其实不太能，有点跟钢弹不太一样的定义啦，就是但是就是很类似的东西。嗨阿翔，嗨嘞嘞，那有人捧戏，我都告诉自己要忍住，为什么啊？是还不错啊，可是我自己其实不太会去做那种比较，反正就那本来就是很因人而异啊，就是对别人，反正你喜欢也是你家的事情，别人喜欢哪一部也是他家的事情，所以没什么好这边计较的。少康放置开始补动画，开始补动画。明的是加二号机，我不要二号机，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红色。做太多后开始多补，对，真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鬼东西。我刚看了一下，我发现哦，想起来了。看到 Q 加没有看了，因为他出的很慢啊，其实。他很多都对，他很多都对，卫星都能打起来，那部我看好笑哎，很厉害哦。所以我就要去补了。应该快补，应该今年，我觉得应该今年会出啦，对，所以应该还好。勋是，勋是，可是勋跟，因为勋有跟那个男主角架同一台机器，但是好像不是初号机，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初号机。肉体，类肉钢弹形式类似，
对，但是它不算钢弹，对。因为是生物啊，抱着 gift， 对，它不能算是钢弹，对。差异已经不止不太一样了，对啊，因为对我来说它也不是钢弹，对。为什么你是 C 的黑啊？好奇怪啊、哦。那是13号救啊，真的不记得那个号码是几号嘞。嗯，那灯还其实还蛮帅的，可是很可怕呢。钢弹的话几乎都看完了，我自己很少看钢弹，我真的目前有看完的钢弹只有那个铁血，对，那也是因为我后期就是我朋友拉我进去看，我才去看，然后发现还不错。可是很虐，那每一集就是一定要人家领便当。Hello， 坐着不要一直让人家领便当行不行？烦死了！每次看人家领便当就很想哭，讨厌。好像、哦、是13号机哦。对，初号机是紫色的，而且我觉得初号机还蛮好看的。个人还是偏好初号机。13号机，谢谢大家解惑，因为我真的没有来记那个数字的。谢谢阿远的乐，2400，谢谢，你要写给我吗？我来看为什么好不好？嗨，小吴秀他的剪刀，哦，天，好像有听过这个，嗯。铁血太多未收而收的而已，可是那至少以怎么讲还可以啦，就是他的结局还可以接受。说实在的，也不会有用什么 happy， 真的超级的 happy end， 你知道吗？因为那种东西太假了，而且毕竟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会牺牲也是蛮正常的，虽然还是会很难过，可是你知道。就是没有死人的结局，其实也不算好结局啊。但是我觉得，只要他写的剧情是，就是正常，或者是那个怎么讲，能那怎么讲，就是他的剧情是连贯的，不会很奇怪的话，就觉得还好。也就是，还是很讨厌人家领便当就是了。妈妈的眼睛很厉害 ，V 钢弹 V 钢弹姆吗？可是很久以前的画风，我可能会有点吃不下，对，会有点担心。是我的事。Hello， 蝎子妈妈，我知道啊，是他们，他才有办法那个，是他才有办法驾驶啊，只有他有办法驾驶啊，跟零对，跟零可以驾驶啊，其他人是驾驶不了的、啊。还有不是人的那个因为毕竟灵也不算是真的那个怎么讲，因为它也算是有一部分的基因在，所以灵是可以驾驶的，虽然别人没有办法驾驶那台啊，只有真是可以，真是跟灵可以。你呢？14岁，什么？所以你14不是18岁啊？为什么？我跟明日香不一样，我又不是明日香。非裔钢弹零时特装饰哈，我什么都看不懂，谢谢。太难了。嗨，红衣，谢谢阿元的处女宝宝。对，真的，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哦，没有人死掉就是好结局什么的，主要还是要看剧情啊。而且这种什么革命的那种剧情，一定会有人死掉啊，就像鲁鲁修一样，就是一定要有人死掉。童年就崩坏，政治人物谁啊？达磊，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好笑。我要念排行。
对啊，差不多了。这还好，大家跟我聊动画，不然我肯定会睡着。不聊动画，我肯定会睡死，太累了。哦，原来是他哦。为重点是为什么还要 cos 米之夏？好问号。我知道我有印象啊，我好像有看到，可是就对，不予置评。哦，我知道那个很好笑，那部很好笑，美好世界那部很好笑啊。那个好笑，真的，那部我也蛮推的，轻松小品。谢谢欢迎，但是傻狗血一下，就是硬要傻狗血，没有，就是必要的。伊塔正冲大意是怎样？眼罩是蛮像的啦。对，要结束了，我累了，再见。我要睡觉觉，不好说。嗯，正常他们又不太会跟我们一样大修，我们会大修没有啦，然后直接修的不像自己一样。不过专场我还是等游戏抽选好哦。对，美好世界闹笑，我觉得不错啊，可是闹笑啊，他就是好笑、啊、无厘头的那种。还有那个 explosion， 砰，超好笑，都很可爱。喜欢今天是大萝卜头，快来念排行。对，才不要，我没有那个，我又没有睡衣，是要穿什么睡衣？第十是新美姬，谢谢新美姬，谢谢。第九是命，谢谢命，谢谢。第八是还要不刷，谢还要不刷，谢谢。第七是太空，谢谢太空，谢谢。什么？灯灯是蓝色，蓝色是怎样？抖音很好笑啊。对，那个抖音其实很好笑，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反正还真的忘记了。第六是 CKUMK， 谢谢 KUMK。第五是双双，谢谢双双。第四是 Lollywolf， 谢谢 Lollywolf。第三是 Blue 流，谢谢 Blue 流，谢谢。蓝色，Blue 流刚好是蓝色。第二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一是无糖，谢谢无糖。对，然后补充一下，上一次是上一次吗？还是上上一次的直播的第一是无糖？对，因为我按的时候呢，它还没有更新。对，谢谢无糖，谢谢无糖，呼呼。什么紫色那套什么爱丽丝兔子就一个紫色什么紫色那套紫色什么紫色爱丽丝兔儿。那什么啊？什么紫色那一套啊？那个不是紫色，那是蓝色的。那一套是蓝色的啦。哦，你色盲，现在自己都超低的女神，真的好笑，那个真的很好笑。姓氏是蓝色是怎样？是蓝色吗？谢谢强生的心之冠。耶，谢谢大家。哦，过度谨慎那个也蛮好笑的，对，但我还没把它看完。谢谢大家，拜拜。不不不不。哦，真的假的？很少见欸，就是蓝这个姓很少，超少见的欸，超级无敌少见。至今我只看过阿尔法一个，我真的没有看，我们完全没有听过有人姓蓝欸，好酷哦、喔！我不姓臭，好好笑哦、喔，他姓李啦，硬要拿这种梗来用，他不姓臭，他姓李。笑死，拜拜。哦，蓝姓啊，对哦，他姓蓝，笑死。所以他是蓝色的，就是有点淡蓝色，所以看起来有点像紫
色，但是是蓝色的啦。但是他因为很久没看到，我都叫他，就是都叫习惯什么新梅姐、新梅姐，然后就不记得他姓蓝的，好厉害哦！拜拜，谁姓李出来面对那个刚刚说自己不姓臭的那个，硬要，好好笑、哦。暖风姓什么？有点忘记了，一时间想不起来。暖风有写过自己的本名过吗？因为有些人不会写本名，有些人就是寄信给我是写绰号，所以有时候不太记得。谢谢小白兔人了，谢谢，谢谢大家。阿凡打雷，笑死。可是我很少看到有人有很，就是我不太遇到姓蓝的，姓蓝是蛮少的，是真的蛮少的。对啊，拜拜。可是我的名字不叫雨喵啊，所以这个不是我，谢谢。所以你在说谁？我不知道哎，抱歉，那个不是我本名。哎，对，姓蓝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因为很少人姓蓝哎，感觉是那种小家庭，就是不是那种超级大家族，是小家族的那种。白，我知道有人姓白，对，谢谢。然后我什么都没看到，谢谢。我什么都没看到，咧咧。我还香嘞，笑死我！拜拜，拜拜，明天见。对，我们再来的直播就是明天，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拜拜。さよなら，またね。